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Smile，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 Pokemon Go。那我们今天打的是二星的大嘴娃，没错，又是大嘴娃喽。那我只是路过，顺便打一下而已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马上进入战斗画面吧。2000 years later， 好的，这边我们进入我们的战斗画面喽。走开，没有帮业配啊。然后这个 Go 跑了有点久、哦。卡酷拐哦，这个够怎么跑那么久？哦、好了，有了有了，啊，这是我派出的是我的快龙，这是大概是昨前几天才刚进化的，不知道这只大家社群是抓的如何呢？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。然后我话一讲完，这马上就挂了，有没有这么厉害啊？对哦，还耗了不到四分之一的时间呢。呵呵，好啦，没事。然后奖励还算蛮好的，拿到7000经验值哦。这边红队是第一名，哇，完全没有黄队啊，还是，算了。啊，这是 CP 899，再差一点就到900了，加油！呵呵，然后竟然没有丢到，可恶！再等他攻击，嘿呦，丢。OK， 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啊，成功的抓到这只大嘴娃了。好了，这一集我们的时光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、哦。各位观众，我是 Smile， 我们就下一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